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少帮主教你玩随机第22期节目。那么时隔12天，我们又来到第22期的节目。那么最近也是由于节目档期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有一个老节目，也就是少帮主教你玩随机，我的第一档节目也是更新的有点慢了，也在这里先跟这些很老很老的观众啊，我的这个忠实的观众给大家说一声抱歉啊，确实最近这个更新这个节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不过每一期我们同样会带来精彩的内容。首先我们带来了教你一招先啊，那么一招先呢，我们带来了一场 ZVT， 由这个职业选手，来自中国职业选手 NV 的 Commitment 啊 COMM 对阵的是一个韩国战网上一名人族玩家，那么教给大家如何应的，这叫 Red Apex 啊，好像是这个 FX，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场 ZVT 如何应对啊，用虫族在这个应对手这个堵口开矿啊，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对抗。好的，我们来开始这场比赛。好，首先呢，出现在地图左下角啊，这个是塔达林祭坛的左下角，红色的虫族，7点钟位置是我们的 Funko， 也就是 Commitment，COMM， 我们也就叫它 Com。好，我们也是打开这个中间的这个名字的栏，再看一看人族出生在地图右上角1点钟位置是蓝色的人族，来自 Rex FX 啊，咱们就 Rex 吧啊，就读前面的这个简写。好， Rex 呢是蓝色的人族，地图呢双方正好是成为一个对点，那么对于这个人族前期的枪兵压制来说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虫族可以比较好的开出自己的二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 COM 这边应该会选择一个双开，而这边我们的 Rex 会选择一个堵口的开矿啊。既然是交易招先，我就已经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打法。但是因为很多很多的虫族在对手包括神族堵口开矿以后，补了地堡以后都很难对抗啊，尤其是双方都是双矿运营的话，人族和神族是绝对不亏的。所以他们觉得虫族如果自己运营不好的话就没法打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COM 是先放下了血池啊，然后并没有放弃矿，再去放二矿，那么这样的经济上会损失一点点，但是小狗会早出来一点，而且对手前期两 BB 压制的话会防得比较好一些，由于他也不知道对手是他的原点，所以现在还是要比较小心的先放下了血池。但是通常情况下这张地图大家都是直接裸双的，但是也有可能裸双被针对，所以 COM 还是比较小心的，因为确实韩国人很强。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族家里面现在没有起气矿，在15人口的时候一个兵马上造好，那接下来他应该是选择两 BB 开矿或者单 BB 开矿，然后再补上三 BB 把路口封死。好，血池造好以后，这个时候有将近300的余钱，他先造了一个皇后，然后再选择造两条狗，再去开二矿。好，人族这边第一个枪兵建造出来，现在有200多块的余钱，应该会选择一个直接放下二矿，再去补两个兵营把路口堵死。好，这个探路农民也是选择了一个逆时针的探路，而人虫族这边的 Overload 也是找到第一个点位，放下了自己的二矿， COM 也是先血池后二矿，然后再去放弃矿升级提速狗。好，放下自己的二矿，人族也是几乎跟虫族是相差时间差不多的，所以这一波呢，如果人族运营的话肯定比虫族有一点点优势了，因为虫族还要小心人族在这个补农民的同时爆的枪兵一波压制，所以虫族也不能只补农民，一会儿还是要爆一点点的这个小狗或者说是毒爆虫进行一个防守。好，这边两个小狗想过来看一下，但是三个枪兵位置很好，补下了一个第二个兵营，防止对手这时候爆狗过来冲他，先放下蟑螂巢。由于这个 COM 没有对方的视野，所以他不敢确定对手是开矿还是这种压制的 rush， 因为他视野里没有任何一个建筑，所以 COM 这边非常小心的补下了蟑螂巢，防止对手前期的这个压制 rush。 塞尔雕瞭望塔也是占领一个小狗。好，这个 SCV 也是探到了对手的二矿，你看现在人族的视野里面应该是有 COM 的二矿，主矿里面也看到了应该有蟑螂巢。好，这条小狗还在找，这个时候提速狗是并没有升级，而是选择了出蟑螂巢以后用蟑螂来协防。二矿应该会补一些农民了，现在连续补下了三个农民，主矿跟二矿连接位现在开始铺军毯。我们发现 COM 他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带来第一战线的时候也是说过他的这个铺军毯确实很到位，
早点铺金毯，防止这个对手把自己主矿跟二矿作为一个牵制点。人族这边选择的是四 BB， 我们看到第四个 BB 才把路口堵上。这边还有一个小路口用 BS 堵上。好，细节做得很好，一点都不疏忽。正面又有地堡，现在人族的人口是36，虫族也是36，看我们这边稍微卡了一下人口，不过这都不是事儿。这边人族可能会选择一波枪兵的压制，我们看到 COM 的主力部队并不多，那么 COM 也会从前面的这个小狗侦察来决定自己要补多少的部队。啊，对手没有出门，提次狗升级到一半，这一波是补了6个蟑螂，啊，这一波还是要防一下的，防止对手前期枪兵的 rush。 那么枪兵打蟑螂确实不太给力，但是呢多了的话枪兵还是可以打的，四个兵爆枪兵数量会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枪兵的数量是14，而COM那边5个蟑螂刚刚出来，但是如果枪兵走过去的话，双方都是30农民，经济上是差不多的，人族稍微占一点优势，因为他有这个矿罗。好，这个小狗过去看一下，有大量的枪兵吗？好，看到了枪兵，虫族选择了压出来。哦，这几个蟑螂有点危险，要送了，这个点位不太好。哎呀，快跑！哦，这几个蟑螂往回跑，这些部队哦，刚才他选择一个蟑螂想打对手的兵营，利用蟑螂的射程去打兵营进行一个 rush， 但没想到对手的这个部队这么多。好，现在他需要大量的提速狗去包对手，我们看一下他建造了28条提速狗，这一波因为他有了毒爆冲潮，如果到了前线把对手这波兵吃掉的话，前线爆变毒爆会非常的给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兵，虫族在军毯上，人族就不敢打了，人族这时一把雷达扫过，找到对手的主力部队，这波小狗出来以后就是人族虫族包上去的机会。我们看一下虫族这波能不能冲上去。哎，看我们现在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冲，由于他等了30多条狗，这波狗上去以后，这些枪兵肯定是被包掉的。好，枪兵选择了分散阵型，全力输出，甩起来，漂亮，甩得很好，对手的蟑螂没有到位，但是寡不敌众啊，枪兵还是打不过这么多的小狗，还有4个毒爆虫，这几个毒爆虫也上去，哎呀，2个毒爆虫炸掉了2个枪兵，这有点亏，不过这都不是事儿，康姆马上会把自己的部队集结到对手的家中。现在人族家里面部队太少了，所有的枪兵都走了出来，这一波是强咬呢还是选择毒爆虫炸呢？应该会选择毒爆虫。好，走向右上角，我们看现在4兵营加2重工，哎呀，人族正在转型，这一波危险了，而且这边是两个 BS， 后面连续补下了3个建筑想堵口，蟑螂利用自己的射程再输出这个 BS， 马上会被点掉，接下来毒爆虫进来，人族就不好打了。好的，这就是 COM 教给我们如何应对对手这种开矿开局并且还有压制。好，这波毒爆虫炸进来，把路口破掉，炸那些农民，炸农民，漂亮，地堡也要被炸掉，这样的话对手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一旦人族被破口，除非你有上一次纳达达 July 的那种操作才能顶住。那么最终这名韩国选手也打出了 GG。 我们也是来说一下 COM 在这盘比赛当中教给大家 ZVT 打对手开矿是怎么应对的。首先，对手开矿的时候我会补很多的农民，然后补蟑螂巢，补很多农民呢是逼迫对手有那种 rush 的冲动。我们知道这个原点枪兵走过来时间非常的长，如果你在自己的这个在对手的门口看到对手出门，现补提速狗都是来得及的，毕竟他走上来以后会非常犹豫，在上你军毯的时候人族会非常谨慎，一旦上了军毯他就再也走不掉了。但是这个时候人族虫族有提速狗以后，人族即使离开这个虫族的主基地啊，离根本就不上军毯，往回走也跑不过虫族的提速狗，最终虫族可以用提速狗包住对手，一旦把对手主力部队吃掉以后，这些提速狗剩余提速狗到这边变毒爆虫以后破口，那么人族就没法打了。所以这一盘COM 也是非常教科书的教我们怎么对付人族开矿。首先，自己狂补农民会吸引对手的进攻，如果人族不压出去，你补农民的速度肯定没有虫族快，虫族肯定是乌泱乌泱的虫卵不停的在爆。所以呢，你也是人族有这种想压出去打一波的心情，一旦占点便宜人族就很开心了，自己家里有毒口所以不怕，再补上地堡，补上新的枪兵可以防守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你的主力部队全被吃掉以后，对手有蟑螂，蟑螂有射程比你的枪兵远，就是说在比隔着这个建筑物的话比你枪兵远啊，枪兵是5，蟑螂是4，如果隔着建筑物的话，蟑螂是可以白打这个建筑物的，所以人族还得被迫去修，你修的时间我毒爆虫也变好了，进行一个噼里啪啦一顿乱炸，最后也能进来。好的，教你一招先，今天就教到这里，稍后是2场第一视角，请大家继续观看。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视角环节。好，已经找到了对手，首先使用随机看看能不能随到一个比较好的种族。好，对手也是随机，在地图是萨古拉斯高地，对手具有优势。好，我是人族，要看看对手是什么种族了。
首先还是继续的生产农民。这张图呢也是修改过的啊，这个自己的后门没有了，岩石原来是在那，就这个速度有点别扭，调快一点。好，再试试这个。矿物储量不足。哇，这个有点快了，感觉这还是录制是有点卡，还是得再调一下。先造下 BS， 然后再去调一下。好，这个呢，这个图还是主要对手现在不知道什么种族啊。调成这个，好，这样可以。知道什么种族以后再决定战术吧。随机打随机就是这样，你开始的时候只能常规的开局，那么开始就是渡口开局吧，防止对手重组，前期是什么六D啊之类的这种战术。通过侦查以后再决定使用什么战术。那这张地图其实我比较蛮喜欢，对手是重组的。矿物储量不足。因为俗话说得好嘛，这张图过去有被称过替库拉斯高原这么一句话，就是人族打起来还是不错的。先去探路，看看替库拉斯高原我们人族怎么去打。放下气矿，正常的开局。矿物储量不足。哎，看到了，是重组啊！是重组的话，我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战术。那么就给大家用一个毒口，让对手封对手侦查，然后爆死神的打法。那这个打法呢，在现当今这个版本上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小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偶尔使用的话会非常出奇的有效，尤其是在这张替库拉斯高原上，高地非常的多，你可以来回来去的蹦死神。好，赶跑那个农民，然后进来造下自己的轨道控制基地。好，这个农民控制一下。哎，对手造了气矿以后并没有造血池啊，难道是要开矿了吗？它是一个这么一个打法。那首先我先放下科技实验室，然后造第一个死神，侦查的同时啊骚扰一下对手，然后呢会选择一个升那个不是放重工，然后研究死神的移动速度。我们知道这个打法原来是很阴巴的，后来这个被暴雪改了一下，就是把这个死神移动速度需要造重工以后才能研发，所以对于这个打法呢后来就用的人比较少了。但其实想想只不过就是多投资一个重工的价钱就可以继续使用这招，所以在这种地图上还是不错的，双方地图距离还是比较远，同时呢自己还有这个高地和低地的这么多的优势，还是非常适合死神的。好久没有用了，我也是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这个已经失传已久的大招啊。说起是大招呢，为什么呢？这个技能的精髓应该是好像是在欧美上 Morrow 是第一次使用的这么一个技能，当然他最开始是虫族选手，应该是 Morrow。 我们之前做过 Morrow， 跟您先看一下这边操作啊，待会来讲操一下。好的，点掉一个农，哎呦，好，还是点掉了啊，点一个就跑，占到一个农民的便宜，再上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杀两条狗，一个甩掉两条狗，漂亮啊，就这种感觉，再甩一下，再找狗，好，再点掉一条，家里继续造死神，死神快捷键是 R， 然后造两个这个 BB 子。哎，两个死神了，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就上去一下，甩一下，甩掉一条狗，好，稍微费了点血，好，绕一下路啊。这边的骚扰被对手封了一下，在死神没有提速之前，还是比较难继续骚扰了。哎，这边有两条狗，甩一下，死神用自己的射程移动速度来甩没有提速的狗，非常快。高能瓦斯不足。是长官。好，补下一个房子。现在开始。好，这就是死神的移动速度了。如果提升它之后啊，小狗是非常痛苦被甩的，这比甩枪兵可过瘾多了。而且呢，死神对攻击建筑的攻击伤害是30，对普通的伤害呢是这个9啊。对普通的普通轻甲的伤害是9，就是小狗是9，但是它一次攻击2次，就2918嘛。小狗35格血，哎，这边啊别死掉，小狗35格血，2918，然后。这攻击两次的话正好36，把小狗杀掉，这也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因为小狗理论上是36格血的，
正好是把他杀掉。附属建筑搭建完毕。为什么是36呢？因为重组有一个天生回血技能。好，这边留一个死神，你看那个可以防止对手，你看那边小狗，小地图上有小狗，他过去了，这样的话防止他来咬我的门口。好的，这边过来杀，这边文农民杀，哎，这有一个皇后，好，甩一下皇后，再甩，家里有一个死神看着应该没问题，再甩，哎呦，这么多提速狗，悲剧了，我死神提速还没好，这悲剧了，应该晚点上，死神提速还差一点点。好，这会儿研发完成了，可是，哎呀，毒爆虫，哇，这波好悬，赶紧拉新农民过去修理一下。好，修理一下。这个死神还是看家，有一个死神打小狗就非常快。高能瓦斯不足，什么事？还是要放小心对手这种放毒爆的这种打法，我一个地堡。不让对手冲过来。收割，现在开始。啊，这波再攒几个死神，有了提速死神以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骚扰。收割。好，这边造几个枪兵在家里防守一下。有四个死神，我们上去看一看。哦，好多。再打。好的。这样死神可以不怎么费血就杀掉对手很多的部队。好，甩一下。三条小狗。好的。清理掉小狗，把这些死神选中，到后面杀对手农民。好，先打皇后，还是杀二矿去了。我去，等一会儿把这些死神都选中。主矿这边有地堡，有皇后，我们就选择杀二矿。好，利用这边的高地，可以继续的。哎，这边小狗甩一下，再漂亮的甩一下，哎，这样对手。哎，这边有缝隙啊，没有地堡，先选择这里。还算不错。好，拆这个毒爆虫巢。其实我想杀那个皇后。哎呦，这操作有一个失误。好，去二矿，这个小狗太多了，还是要去二矿的。先点掉这个皇后，刚才被打了残血的皇后。好，那边继续不停的爆死神，操作还是要操作过来一些。这边要逃跑了，这个小狗很多，这边是一会儿回来可以打伏击的。好，三个枪兵，这边有死神，把死神都走到前线。好，这里有很多死神了，这边进行一个双线骚扰，来打击对手的农民。好，甩一下，甩一下，小狗没反应过来，很好，小狗过来，我上高地，太好了，这种感觉特别好，这就是死神的精髓。这边过来拆对手的这个杀对手的农民，好，这边控制一下，这双线。把对手农民赶走，这边是一个飞龙塔吧？好的，飞龙塔被点掉以后，对手就没有空军了，没有空军，死神就更 happy 了。这地堡甩一下，我们看到这就是30攻击力的骑射，拆建筑确实非常的快，这就是死神多了以后的恐怖。好，补下兵营，死神多了以后非常恐怖的，小狗甩掉，皇后甩掉，这个战术其实叫打 timing， 对手没有空军。就拿死神真的没有办法，除非对手出大量蟑螂。那你出大量蟑螂的话呢，机动性就很差，蟑螂移动速度很慢，提速狗这种机动性才能追上提速死神，所以机动性很慢。这个蟑螂是可以被死神溜来溜去的，尤其这张地图有非常多的高地低地，可以来回来去的跳。也有人管死神叫跳跳。所以不管怎么样，死神这个兵种在打虫族的时候，如果虫族被你打这么一招出其不意，会非常的郁闷。你看这个小狗不论来多少，我都可以用 hit and run 的方式把它甩掉。好，这边这个皇后要点掉它，点掉皇后，把基地点了，再把血池点了。好，这一轮骑射攻击力真高啊，这是杀二矿。那这时候对手估计非常生气，怎么能用这种战术赢我呢？这么多死神，脑袋都疼了，多出一些枪兵。一会儿准备再 A 出去，正面加上死神的侧翼骚扰，其实死神就足够把对手干掉了，把这个矿拆了。好，拆掉之后呢，对手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哼，这个您玩家也打出了恶心。确实，这个战术我来讲一下那个典故。继续，应该是 Morrow， 他最早是使用虫族的，然后他在一次大赛上直接就打到了。呵呵。告诉他一下吧，他在一次大赛上呢，就是
选择了换种族，换成了人族，就因为他发现了死神对于、他居然掉线了，拔线了，哎，确实把他打郁闷了。那这个战术确实也是他当时在比赛当中临时换了种族，选择了使用人族，然后用 5BB 的死神流把其他虫族全部灭了，最终夺得冠军。那么也是在那一次大赛当中让这个战术风靡全球。之后暴雪因为这个死神在一本就是没有造 VF 的时候，就没有造重攻的时候就可以升级提速的话，对虫族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就换掉了这个技能，把技能放在要造了重攻之后才可以升级死神的提速。但是其实我算了算，这个战术还是可以用的，毕竟一个重攻只会延缓一点点进攻 timing，而且这个战术呢，毕竟在这种地图上高低地很多的地图上还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也知道做完这期节目以后呢，这个战术可能又会风靡天梯了，也是希望大家用它的同时呢，虫族选手怎么防呢？虫族选手要多铺军坦，把主矿跟二矿之间的连接点用军坦铺好，然后用皇后加上蟑螂去协防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操作好的这个玩家在你出提速狗的时候呢，会你比较怎么说比较难挡吧。我现在也是好久没有用这个战术了，还是可以打赢。但是如果有人专门练一练这个战术，操作上再细腻一点点的话，真的是如果出提速狗会很难打在这种地图上。所以建议大家呢，主矿跟二矿都放蟑螂，然后用皇后跟蟑螂进行个协防。地堡对于死神来说意义并不是太大，一轮骑射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死得非常的快。好的，那么也是告诉虫族大概应该怎么防，但是一般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人族还是用这个方式还是可以获胜的。那么这一盘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稍后我们进行第二盘的天梯，然后再看看下一盘，我们应该是能随到神族，使用神族会打得怎么样。好的，那么今天的广告时间40秒，为大家带来了三款商品啊。第一款商品是一个神族之心的鼠标垫啊，是一个暴风神族的一个新型图案，样子还是不错。第二款呢是它的同一系列人族之心的鼠标垫，那么当然还有虫族之心以及这个星际争霸的 logo， 还有其他的图案都可以去看一看，价格也不贵，只有20多块。那么第三款商品呢是一个艾瑞克620的620G 的键盘，那么这款键盘呢，我已经把它这个 A 键换成了水晶键，那么表示星际的精髓就是 A， 如果你有了这个学会了少帮主的战术，你剩下的就是 A 了。好的，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去少帮主点淘宝点 com 去看一看，有其他的商品总有你喜欢的。好的，那么第三场的比赛我们来选择神族啊，因为我们知道少帮主就在玩随机，每一个种族都要讲一个战术或者是一个打法，那么这个看一看这一盘神族遇到的是什么种族。那么只要不是 PVP， 我觉得哎 PVC 好，只要不是 PVP 的话战术都是比较多变的。好， PVC 的话呢，头两天大家应该看过这个小帮主做的这个 MC 打 Aedra 的那一场比赛当中用的这个凤凰骚扰，然后运营然后再打一波。那么可能跟对手打不到 MC 跟 Aedra 那种200人口对 A， 但是我相信凤凰骚扰之后两矿打一波应该没有问题，两矿打一波看看对手能不能扛得住吧，扛不住的话呢我们再继续的就直接结束了，扛得住的话我们再继续运营啊。这张图呢是提风之巅，地图是四人图，那么这张图确实很适合我在跟这个 NV 战队的 Maxide 学过一招之后啊，也是对这张地图的凤凰骚扰有一个新的理解。但是比较悲剧的是我看的那一场对手防住了啊，但是最后可能好像还是他赢了，不过前期的骚扰并没有赚到什么，不像 MC 昨天那天打 Aedra 那样赚那么大的便宜。好的，我们现在继续的看一看侦查啊，萨尔加亮塔这边路过没有看到对手任何的单位，那么也是要再多走一些路了。我准备还是一个独口开局，然后在野外偷一个水晶塔放下自己的 VS 进行这个防止对手侦查到我的这个战术意图，以及更好的更快的飞到对手家中。好，放在这里把 BG 跟 BY 进行一个堵口，用一个追猎一个叉叉兵进行一个防守。这边农民再去探第二个点，如果说第二个点没有的话呢，直接在第二个点那个位置放水晶塔造 VS， 如果说第二个点有它的话呢，我会选择往左面走或者往下面走，找一个主矿区的位置。哎，这边有可能在这个点，有可能在这个点，我上去看一眼，看一眼以后呢，再去选择放在哪里，把这个野的飞机场。哎，这边没有啊，
没有的话就放这儿了。然后水晶塔放这里，在这边偷一个野 VS， 因为对手刚刚侦察过这里，绝对不会再派单位过来了，所以这也是好事。好，这边放 BY。好，路口留一个，然后回来。那么由于对手的农民还离我这个点比较远，我想是用一个星空加速把这个 Zlot 造出来，然后堵住这个路口，尽量不要让对手上来。如果对手没选择直接点窗框的话，他可能会被直接打死，反应快的话可能能逃走，但是他再想进来就比较难了。再想穿框的话，他血量就不足了，我至少可以攻击到他一次，再穿框的话再攻击到一到两次就把他干掉了。好，这个 Zlot 要站位，小细节把他 H 住，hold 得住在这里。好，农民正好来，这就是星空加速的作用了，对手就甭想侦察到我家里面是一个两气。哎，第三下没打出来，不过我已经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是两气，家里也没有这个其他兵营，所以对手会全防我，他怕我是 4BG， 也怕我是这个哨兵开矿，也怕我是这种 VS 骚扰，也怕我是虚空，也怕我速引刀，所以这个这样的风侦察是效果最好的。对手的 overload 可能离这边还比较远，也不敢强飞，放下自己的 VS 一会儿。现在气只有100，还不到150。好，有了150的气，照下。啊，对手小狗过来，但是这时候追猎也出来了，这就是完美的在我的掌控当中啊。这第三个水晶塔放在这个位置，把追猎者跟这个叉叉兵换个位置，防止对手毒爆一波破口。我们知道叉叉兵被毒爆炸的话，轻甲会受到伤害加成，而追猎者不会。哎，堵在这里，你小狗也不敢上来，这都是防止对手前期的细节。很多人经常会留言问我说，这个叫什么？那个毒爆虫怎么防？开始的时候，那就用追猎者堵口，这是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补到两 BG， 防止对手前期的 rush。那这个战术呢，其实也有弱点的。如果说虫族能意识到的话，你就爆一波蟑螂过来，小狗蟑螂 rush 你就赢了，对手挡不住的，绝对挡不住。好，前期这块呢，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感觉。星空加速一直给这个凤凰战机出。我们知道凤凰战机现在建造时间非常短，加上星空加速以后就更加短了，不到20秒就可以建造出来。这边再补一个水晶塔。好，星空加速一好了就给它使上去。四个凤凰，我们在讲 MC 打 Aedra 时也是讲过，四个凤凰是一个，就三个凤凰往外飞，第四个凤凰利用它的速度马上追上来，这时候你是杀皇后效果不错。看看这名选手的防御能力怎么样，如果他防御能力不好的话，我可以占到很多很多的便宜。好，继续建造。好，星空加速没了再给一下，三个凤凰以后就选择过去骚扰，给农民藏起来，如果对手把我发现这里呢，我的农民还能活，不要站在这里一起受死。好，这边变上折叶门。好，这边过来骚扰。哇，等着我呢，这么多皇后，两个皇后，先杀一个房子，杀一个算一个，还有很多蟑螂，还补地堡了，房子点掉一个，没有农民啊，有就甭想活了，两个。好，先点掉两个农民，他已经损失200块，还有两个虫，三个虫卵，再点掉一个 overload， 强点，漂亮，损失了400块了，已经占到一点点便宜。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主矿里有没有什么便宜可占，放二矿。好，找一下主矿，杀一个农民，再杀两个农民。好，500块损失，再杀一下。好的，对方损失了600块，其中有六个农民吧，好像是六个农民，两个房子，六个农民。好，开一下我的二矿。我牵制对手呢，对手也没有部队出来，因为钱都造皇后了。蟑螂也防止地面的，所以呢，对手这波压过来是我不怕的。这边再过去看看能不能杀个皇后什么的。啊，一个皇后抓起来，强点。好，四个凤凰的输出还是很高的，在皇后落地之前可以点掉。哎呦，这边有加血，这个很讨厌。好，再拔起来强点。好的，点掉一个。那么用护甲又换掉了一个皇后，对，哎呀，又一个房子。那这样的话，我刚才是600是吧？600加750再加850了，赚了850。那么这一波就很赚了。
其实只要赚个七八百，那这一波就已经完全不亏了，对手会非常伤经济。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找一些落单的单位。这边有房子可以杀，好，先抬这个皇后，先杀皇后，抢点，控制一下，不要被对手点啊。这边还有加血，好，这波是点不掉了。哎，这边有一个房子可以杀，好，950，钱就是慢慢算出来的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对手到底亏了多少钱，这样你也知道自己这波到底有没有意义。950的话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而且我的凤凰一个没死啊，这是个好消息。好，去采矿，继续的造农民，补两个 BC， 那这两个 BC 很重要，因为对手如果搏命一波打地面的话，你的凤凰有魔法的限制，抬部队啊是有限制的，还是要稳扎稳打一点。哎呦喂，这打不过，死一个凤凰啊，不过这都不是事儿，刚才已经赚很多了，才死一个凤凰。造下 VC， 造 VC 出什么呢？如果对手这个爆的防空军的刺蛇多了，那么 VC 的提速叉叉对于刺蛇的杀伤力会很大。我们首先知道凤凰的这个攻击是对轻甲是10点伤害，对重甲是对其他甲是5点伤害，那么打起这个刺蛇来会非常的快。好，补下水晶塔，补下兵营，补到大概5个 BG， 这一波两矿5 BG 加上单 VS 出凤凰，哎，差不多，这是一个能够保持持续爆兵的，升自己的一攻啊，这要升一攻的，升一攻以后呢，不管是追猎还是叉叉，对于对手的杀伤力都很大。好，这边是放下 C 啊，这个 VC 里面的快捷键 C， 好，到这边找找便宜有没有赚的，一个皇后，哎呀，这边没什么便宜赚的，皇后好多呀，哇，4个，一来就来4个，怎么打呀？完全不给面子。好，杀这个强点，控制一下，把红血的操作一下，又加血，真不给力。好，还好我凤凰没死，在这里传兵，进攻加速给到这个 BF 上，那么5 BG 爆兵的一波，就能把对手推的差不多了。因为我的经济一直是比较良好的，对手现在有很多的蟑螂，还有皇后抬一下，哇，这边又这么多，悲剧。多出一些叉叉和追猎者打对手的蟑螂加皇后，对手都不出这个刺蛇的话，后排输出并不高。好，这边提速叉叉也马上研发完成，一攻也马上完成。好，把这波兵直接 A 到前线，这一个哨兵就开个护盾就可以了，自己的部队很多了已经，而且对手不能撤退，对手一旦撤退，我的这个凤凰就把对手的这个后面的部队抬起来，他就会越打越亏，所以这波不用很多的立场，你不能跑，你一旦跑，我就凤凰抬起你的部队先击杀一部分，那你就更没得打了。这就是凤凰流的精髓，是凤凰配地面部队的精髓。好，分好编队，这边控制一下开护盾往前冲，提速叉叉冲上去，哎呀，有点阵型刚才调的不好，不过先把皇后全抬起来，防止他打我的凤凰。皇后抬起来以后，这边地面部队全力的输出，因为皇后的这个输出是，等会儿这块带穿兵，应该能打赢。皇后的这个输出是仅次于蟑螂的，所以要把它抬起来。好，抬起来，抬起来。好，地面部队我已经完胜了。对手蟑螂不给力，我的叉叉吸引了很多的火力，追猎全力的输出。好，星空加速给到 BG 身上，再穿兵。A 上来，好，地面剩了很多部队，那这也是前期虫族被拖了经济之后啊，非常郁闷。在有凤凰的时候，他不敢踩二矿，第一波骚扰是不敢踩，那么还是单矿。那么爆农民是可以爆，但是你又老死房子，老死皇后，也得老出皇后。皇后他大概造了是7-8个，这就很多钱啊，7-8个就1000多块、啊。好，对手背水一旦冲出来，追猎者很多。要先把这个二矿点了，踏踏实实再慢慢冲。好，这边凤凰星空加速再造一些，跟下来。好，把那防空炮台点了，防止对手在打我的凤凰，在我凤凰来的路上再传一波兵，然后上。
好，余款还可以接受啊，并不是很多，放一个二矿就行了，三矿就可以了。好，上坡，看对手有多少部队，没多少，打掉，对手应该 GG 了。好的，那么这个战术也是教大家如何用凤凰前期四个凤凰的骚扰，像 MC 那样学习他这种打法，不管是韩服还是国服都通用的，这个打法确实还是不错。如果对手没有良好的侦察好，家里面如果没有早早补下 BA 这个防空炮台的话，他必须多出皇后，皇后一旦落单又会被击杀掉，所以这个打法呢确实非常的实用。只要你操作过来双线，还能同时去运营家里面开二矿的话，那么你应该会打得很好。这个战术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我相信做完这期节目以后也会在天梯里面流行一段时间。好的，那么这一期节目应该是主要讲到这里。那么对付这样的刚才还说了，这对付这样的神族呢，你最好就是侦察到以后赶紧造下 BV， 然后矿区补，每个矿区补两个防空炮台，然后外面的房子稍微藏一藏，往家里飞一些，选择一个两本出蟑螂加刺蛇的打法会好一些啊，蟑螂加刺蛇的打法会好一些，两本出蟑螂刺蛇两矿啊，这样的话经济还可以支撑得住，前期可以多补一些农民，然后补到升了二本以后开始爆兵啊，二本好了刺蛇超造下以后开始爆蟑螂跟刺蛇就可以了。前期呢因为对手是凤凰骚扰，家里的部队不会很多，或者说你在很早的判断出对手是这种凤凰开局的话，直接就一波小狗，一波蟑螂加小狗的这种不提速蟑螂，这个加小狗的一波就能带走对手，因为对手前期的地面部队很少，如果他抬着你的这个部队的话会抬不过来的。对，那么这期节目给大家带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